在里面去更好，对，里面老黑去塞到心里，塞到以后，然后这个来敷上去，你看老舒服，胃、小房子、膝盖、关节、脚的底部、后背、脖子、腰，整条督脉，你看多舒服。嗯，你就这样敷，舒服吗？什么感觉？这个老舒服，刚才。对，这个是。而且就是这个地方，对对对，我跟你讲，这里的这里一条带脉，督脉，两个肩膀，颈椎，富贵包，这是前面，翻过来以后，胃部，胃在这个位置，胃部，小房子的位置。膝盖的位置，还有脚底板的位置。哦，只有一单了，只有一单了。嗯、哥姐姐只能跟你们最后一单了，我再跟你们讲一下啊，什么样的人？比如说我们现在年纪越来越大，比如说上了40岁、50岁、60岁，对不对？我们就出现这些地方，比如说，对不对？就会这样了，对不对？还有这些地方，这些地方还有就出现了，对不对？哥姐叔叔阿姨，你们哪里什么不舒服，你们就去贴哪里，知道吧？这个就开店就行了，看到没有？哥姐叔叔阿姨，开关按一下就可以了，直接。对，这里你开关。看到没有，高什么低什么关，对不对？然后你就比如说敷在哪里，比如说这个小肚肚、啊、小房子这里，对对对，这里还有这里、啊、就敷这里，还有膝盖或者是后面。而且哥姐姐，今天59是给你们福利价格，然后的话是正检查自己补贴就给到你们，就是他们批发价格都是100多，然后如果说外面去买的话要200多块钱的啊，哥姐叔叔阿姨。然后今天59.9，哥姐，它里面看到没有？我再给你们看一下，还有一个草药包，对。给你们看一下啊，看到没有，有一个放了一个草药包，你们这个的话单独，哥姐姐单独给你们装一个袋子，然后你们拿回去过后的话，你们把它这样打开，打开后放在这里，知道吧，之后放在这个小袋子里面。 对它这个是热的，哥姐姐看到没有，你们充了这个电过后它就热了，就哇，冬就是冬天又很暖和，知道吧，哥姐姐。哥姐说帅爷，哦，没有了吗？没有了，我看一下，哥姐没有了，好像没有了啊。哦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没付款的？哪还有两单拍了没付款的？两单没有付款的，对不对？他拍了没有付款？好，小王把他踢了。如果没有付款的，两单那个踢出来，好不好？哥姐叔叔阿姨，只要两单，我把他踢出来，你们就拼手速了啊！3、2、1，踢了没有？踢了吗？哥姐姐，只有最后两单，59，哥姐叔叔阿姨，这个价格想都不敢想，真的，想都不敢想啊，很实用，平时就是对暖暖的。哥姐姐，这里很热，知道吧？哇，你哪里不舒服你就敷。它是热的，你知道吧？它对，我跟你讲，在过去的时候，就是这里不舒服的话，它是拿那个盐放在锅里去炒，你知道吧？炒完以后，然后缝成一个小袋子，然后敷在身上，这是中医原理。然后我们今天科技发达了，我们把它做成盐袋子。发生大颗粒，又给它精选以后，我们通过电加热，这个温度要比较温和一点，知道吧？加完以后，对，比较均衡一点，它能全部能加热。因为我们炒的话，有可能我们炒完以后，我们放在这袋子里，放在肚子上，它就一会儿就凉了。对，但是这个是一直恒温，持续恒温。你上面敷10分钟也可以，敷1个小时也可以，敷2个小时也可以，你敷5个小时也可以，就不害怕它，你不用害怕它凉了。所以说我们里面的这些小寒寒小什么往外出，是吧？还有这些老人这个胃的这个地方，胃有很多的毛毛啥啥的，你就把它放在胃上，知道吧？胃一定不要去寒了，寒了就会就不舒服嘛。对，你就把这个东西放在你这个胃上，你知道吧？你就敷上5分钟、10分钟，你看你自己就感觉，知道吧？发热发暖，知道吧？还有这个膝盖，你像你这种，你不要穿这种裤子了，知道吧？对，你然后太容易年轻不知道，到了年龄大以后，全部是这样形成的，然后把这个这样直接敷在上面。对，直接敷在上面，它能循环去加热，它是持续性的。你只要不拔那边那个开关，电源不断电源，它是一直是持温恒温的啊。对，所以这个盐通过盐的原理，通过这个中药草药包的原理，直接能渗透你的这个里边去，通过你的那个毛细血孔，通过你的衣服进入你的里边的东西，知道吧？还有你腰部。还有女的来好事嘛，来大姨妈嘛，对，哎呀腰疼不敢动了，对，知道吧？也抬不起来，还有那个小房子里边，小房子里边也不舒服。对，哥姐姐59这么划算，对，知道吧？哥姐姐，别人，你刚刚有一个姐姐说了，他们在别人那里199买的，知道吗？真的是，我跟你讲，咱59说连盐都买不到，啊，59块钱连那个盐都买不到，知道吧？嗯。知道吧？连那个盐都买不到，你看看。
全都是大颗粒的盐，很温的，里边全部是大颗粒的盐。我给你看一下，里边是热的，是恒温的。你看到？嗯。我们打开。而且它的热是铺的很均匀。你看，全部是大颗粒的盐。看到没有，全部是大颗粒的盐，肉眼可见。要不把这个拆了，然后我们可以拆给他们看一下吗？这里面的可以。我刚才捡了一个，不知道捡的是哪个。嗯。哎，我刚才捡的是哪个袋子？捡了。那个。来捡一下了，那个有那个剪子。那个、不是那个扯，把那个扯了，那个插头扯一下。剪了那个是。给哥姐这边给你们展示，给你们看一下啊。看看这个盐哈，给你看一下。哎，嘉威，你爸爸呢？嗯，他在外面。他和你看这个盐了吗？他和肖总一起吗？对，是的，肖总。你看这个盐，看到没有？哦、这是大颗粒盐，肖总带他去吃。你尝一尝是咸的，我尝一下。你尝一下，你尝一下是咸的。嗯，是不是？真的，这就是海的那种海晶盐，大颗粒盐。对，是咸的。全是纯咸盐，没有看到没有，哥姐，这是热的啊！里面如果说从这个你里边没有一颗沙粒，全都是100%的盐，全都是。有的那种餐夹里边放的石头，但是如果没有一颗石头，如果有一个石头的话，我白送给你。嗯。全都是咸床盖，它比床单要厚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这个到了冬天以后，你的腿放在床单上可能有点凉，但是咱这个是绒的，绒、嗯、就是一个床盖。你看它是婴儿绒，摸上去软软的、糯糯的，就是一点凉感都没有。来，那个嘉威，你摸一下，就是睡觉以后特别暖和，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，它是加厚的，你知道吗？加厚的，这边是水洗棉，这边是婴儿棉，知道吧？这个尺寸是2米乘以2米3的，就回家以后1米5的床、1米8的床、2米的床、2米2的床，直接铺在床上。对，暖暖糯糯的，就这种。哇，这个看到没有，很舒服。这个面料，你看这婴儿，而且我感觉你多软，这些毛茸茸的密度很大哎，就感觉就是睡在上面的时候好舒服。你看我刚才在上面使劲怎么去跳它，它不带那个的，你知道吧？知道吧？很舒服的，很软，而且它也不容易走边儿，是吧？不会走，它加厚的嘛。对，不会像平时的床单一样皱在一起啊。对，它是加厚的这个。对，嗯，哇，这个。而且包边我们全部又做了一个，你看一个，还有包边儿，对，小水貂绒，类似水貂绒的一个小包边，很漂亮，好看。A 面、B 面都能盖，夏天就是春夏秋，春夏秋你盖这一面，到了冬天以后你就盖这一面，知道吧？两面一年四季都可以用，知道吧？这个也是，对，两个颜色，一个是粉色的，一个是这种蓝色的，两个颜色的，对吧？你看你把手打上去以后，直接形成一个手印，你看它就多软多糯吧？对。然后这个是紫色的，你看没有？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哥姐这边我给你们发了一个福袋，你们去抢啊。这是我的一点心意，好不好？你们去抢这个福袋，里面这上方有个给你们发了一个福袋，哥姐叔叔阿姨看到没有？你们去抢就是了啊！抢了过后，哥姐叔叔阿姨，抢了过后的话，你们就等着，等一下就等中奖，好不好？好。哥，梁丽姐说。上盐袋啊，在一号链接哈，在一号链接还有还有刚刚几单没付款的，我踢掉了，还有几单哈，还有两单，还有两单吗？哥姐你们继续抢啊。A B 婴儿绒，你看没多软，这种为什么就是我们打上去以后，你看我们一动的话，它这个绒就直接过来了，非常软糯，对，软软的糯糯的，非常舒服，非常保暖，就是说它比电热毯还要好。电热毯的话，就要插电。这个对，哥姐姐，冬天来了就需要这个哇，这个是真的。恒温的，对。但你直接说价格，我不说这些了。咱直接啥也不说了。对。啊，直接做出来多少成本，咱就直接上成本。来，你过来，你先过来那边，看看。那你先过来。啊，你说。说价格。299，直接上。三层的。真伟。对。郑姐。啊。你真的，你有没有把我当成你的弟弟啊？真的当弟弟，不当弟弟的话，我你说这个哪个叫？但我把你把我当弟弟的话，那你这价格要喊这么高吗？三层的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，299，知道吧？而且是加厚的、加宽的。少一点，少一点，少一点，郑姐，你别说了，我自己再贴100块钱，199上车。郑姐，加快给他按摩一下。郑姐，按摩。189。哇，真的，这个189，这样，哥姐叔叔阿姨，你们说多少合适？你们打出来。我真想，知道吧？不是不是，我这直播间的叔叔阿姨就像我的爸爸妈妈一样。我给你看一下啊，这是全部是婴幼儿级别的，你看到我们这是全部进欧盟标准的，看到没有？全都是 A 类的，哦，全都 A 类的，看，小婴儿可以盖的，
是要婴儿可以盖的，知道吧？而且婴幼儿可以盖的，全部是进欧盟标准的，不是说普通的那种，知道吧？而且咱一年四季都可以盖，春天、夏天、秋天盖这一面，到了冬天以后盖这一面，对不对？你这样，姐姐，你真的，我那我说个价格好不好？如果说你帮我当成弟弟的话，我肯定把你当成弟弟。这样，哎，珍姐，嗯，你现在我是不是你弟弟吗？是你是我弟弟，当然是我弟弟了。我就这样，嗯，啊，哥姐姐，你们不要说是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这样打他肯定生气了。你看人这个这么好的，怎么可能嘛？你们说、嗯、对不对？五六十是怎么可能嘛？哥姐姐，看这两面，你看这质量，哥姐姐，三面的，看到没有？三面中间加棉的。然后这一面是水里面，这一面是一面。不行啊，你那个的话就不行，但是你188也有点贵了，就这样。哥姐，叔叔阿姨，我说一个价格。你说的好。我求求哥姐姐，说一说。这种很少的，这种市面上能达到婴儿一类的，真的很少。他们都说88。啥玩意儿？88。你又买个床单子，你得花个不少钱吧？因为88发财嘛，对不对？哥姐是啥爷？把88打在柜面上面，你看88发财，对不对？哎，你要88的，我就给你上10单。啊，这里不行。你10单，他们怎么可能够抢嘛？你上都上了，对不对？啊。反正我今天都送了那么多了，也不差这10单8单的了。不要打129，要不要打？不要打129，谁打的？你看，假如你看这种面料，打88，不要打129。看到没有？就跟我平时这样吧，你这样，上20单。不行。啊。真不行啊！就88的话，就上20单。真不行。你10单，他们真的不够强，真的。你是88上20单，20单以后直接下车。对，20单后我直接就下车。不行不行，你说那88连工费都不够，连这个边都买不到，88连这一层边都买不到，自己买不到。就20单嘛，真的就88。哎，不行啊，李总，我的头都大了，真头都大了。那你说多少钱的话可以上多一点？上20单吧，上10单20单的吧，不要上太多了。20单的话，你就说是多少钱？120。120的话就上20单，88的话就只上10单，是不是这个意思？对。对，这样吧，真的，珍姐，嗯，我知道你这样吧，嗯，就88的话，这样就，哎呀，那好，10单就是，哥姐姐想要的，你们就扣个一啊，想要的扣个一，我统计一下，小王，把那个扣了一的叔叔阿姨全部统计起来，然后扣了一的，这样吧，我自己再补贴10块钱吧，不是。8块钱吧，我再补贴，我自己补贴8块钱，我自己补贴8块钱，88发财。行。贴运费是吧？对，我补贴运费吧，运费我来补贴，好不好？就是直接就88不要了，78，扣了一的帮我统计起来啊。好的。扣了一给我点了关注的，因为那些才是真的支持我的啊。有50个家人扣了一哦。50个家人。50个家人。但是哥姐姐，我只能给你们上。10单真的啊，因为是我，对不对？好不好？哥姐、叔叔、阿姨，来，3、2、1，开始。开始。人哎，就是郑姐啊。这如果说我看到，就怕质量跟这个不一样一致的。如果说我现在看到什么样的，知道吧？来，你来讲，我来讲。所见即所得。如果说我展示的不一样，来大家看一下，三面带这种小包边，这面是水洗棉的。然后这一面是婴儿绒的，2米乘以2米3的。如果收到不一样，你是多少钱拍的？我，你贴完是49，退100块钱。对。行不行？哥姐是说，如果、哦、正经大气、啊，如果说是这个和这个不一样啊，哥姐姐你们直接来找。退100块钱。对，找我，我找到正姐，好不好？对不对？质量肯定是给你们保证的，哥姐叔叔阿姨，对不对？和一模一样，所见即所得啊。所见即所得。然后我自己补贴8块钱，这个哥姐姐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啊。然后这个是粉色的，下边那是绿色，粉色的是这一面是天蓝色，这一面是粉色。然后这个蓝色的话，这边是蓝色，这边是紫色，都非常漂亮，一年四季都可以用。对的，哥姐叔叔阿姨。70块钱你买啥呀？哥，我给你喊哥吧，咱俩调过来吧。哥姐，78块钱真的买得到，你看到没有？让你享受整个冬天的暖度，你等冬天天冷的时候，你再花79块钱买，买也买不到。
你最少添100块钱。对的，到冬天以后，这种绒面料全部都在天绒。到冬天以后，因为今年的冬天要比以往的冬天还要冷，知道吧？真的。小王，你现在几百谁赚了，知道吧？小王，你再上个。30单，你到了，我跟你讲那个，嘉威，到了冬天以后，我们这种绒一米布最少涨20块钱。哥哥姐姐，你们去拍吧，我给你们上了，再给你们上了30单，然后只能上这么多了啊。所以说你以后我们就是现在就一天一个价，就现在来说买是最划算的。你到了冬天以后，天气寒冷，全国都在疯抢这个绒，知道吧？你有钱也买不到。那个时候一米涨20，那不现在就一开始1米开始。哥姐只有8单了，只有8单了。啊！对，哥。一天一个价格。品质看到没有？一天一个价，哥姐说上面。这边是水洗棉，上面一根。2米3米3，1米5的床，1米8的床，2米的床都可以用。对。都可以铺。给力。真的给力。绝对给力啊！我跟你讲，李总啊，说实在的，太给力了。要不是今天因为嘉威爸爸过生日，要被我见嘉威，就是这个价钱，打死我不会卖的。我直接抱着就跑了，知道吧？真不会卖这个价格。咱说70来块钱，就现在的物价来说，70来块钱能买什么东西？你买个榴莲都花100多块钱。对，哥姐姐，100块钱拿出去啥都不是，对不对？对，这个可以买什么？你把100块钱现在你拿去，真的。拿100块钱出去，真的马上就什么都买不了。但是你可以买得到真的很好的。你看多好的绒呀！而且到了冬天以后，你冷的时候，这相当于一个电热毯，它比电热毯还要好。为什么？电热毯都要插电，这个不插电，它和我们的人体的温度是同温的。哥姐姐，只有3单了。然后早上起来睡完觉以后，中午把手伸到被窝里，它依然有温度，这就是这么恒温，这么锁温。对，哥姐姐，今天我自己补贴，因为本来这个就是卖的是100多的，是不是批发价格？我们现在在实体店能卖399。399。对，299，399，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。对，哥姐姐，实体店我知道啊，实体店我没有低于这个价格的。299。啊，这个还打了折了，你看又便宜了。打折是不是？就打折的时候是288，对不对？对。哪里呀？288有没有？就是那个电饭煲有没有？嗯。电饭煲在哪里？哦，这里吗？这里。打完折是288，对不对？嗯，对。我看一下，哦，对，哥姐姐，对，288实体店里面，对不对？统一价格，300块钱。对，统一价格288，哥姐姐，今天直接79，哥姐姐，你们去选啊，抢到了就回来。一个人，你们如果说家里面人多的话，可以去拍2单，哥姐叔叔阿姨啊。可以机洗吗？可以机洗，可以水洗，都可以洗，随便洗。都可以洗是吧？都可以洗。好的，哦，只要2单了，哥姐最后只有2单了啊，你别等我下去啊。这个你爸爸给你放。啊，你爸留下，不用了，没事，今天已经给了够多了。79块钱，哥姐姐可以买到这么好的，真的。一年四季可以用的床盖。所见即所得啊，如果说你们在我这里买的，那你们就放心啊，品质给你们保证，哥也是说阿姨啊，好不好？如果说我这里就算是给你们我自己补贴的，我会品质给你们，因为自己给你们看好的，好不好？所见即所得，我跟你讲，你就今天你啥也不拍，这个是必拍款，因为到了冬天那种寒冷劲儿，谁也承受不了。今年的冬天要比去年前年还要冷，就这个绒呢，你盖铺上以后一点都不再冷的，知道吧？特别是家里有孩子的，住学校的，这个可不可以放在沙发上的？可以啊，对。啊